我又讲一个我最近又经历嘅好得意嘅经验，就系点咧？香港咧有啲吓富豪咧吓，即系身娇肉贵啦，系咪？咁而家点样防疫咧？我啊大开眼界嘅。话说有一日咧，就即系吓要约见一个富豪咁啊，咁咧就哇，咁啊我哋喺度等啦咁。咁咧呢個富豪咧就年青有為噶嚇，唔係嗰啲即係幾廿歲嗰啲嚇，即係嗰啲我哋冇資格見啦咁。咁咧即係我用四個字叫先聲奪人。點樣叫先聲奪人咧？佢嚟之前啊，佢入嚟之前啊，我哋即係喺曬個工作室嗰度等佢啦咁。佢入嚟之前咧，佢啲保鏢咧先入嚟，同你噴啊，四圍噴。啊！由佢坐嘅座位啊，到周围咧喷晒啲消毒杀菌剂啊，先至老细入嚟嘅啊，咁诶确保佢安全嗱、啊。所以咧，如果系即系你唔系富豪咧，你唔做足呢啲嘢，你感染啊自己攞嚟衰嘅。富豪咧点样可以确保自己不受感染咧？就系即系每去到边度咧，事先已经有人喺度明锣开道，去到咧吓、啊、就系喷晒所有嘅地方。確保佢咧嚇，即係沿路沿途，依照佢嚇喺嗰個固定嘅地方咧嚇，陌生嘅地方嚇，唔係佢控制嘅地方咧，佢都事先做足曬預防功夫，包括嚇我哋呢啲等佢嘅人咧都要嚇，即係做足噶，唔再不停噴幾下，係啦。但係哇，呢個噴呢個動作咧，即係小弟真係打開眼界啊！我都覺得幾得意，真係，唉，即係人嘅咩黑命貴啦嚇，即係富命貴啊，都係啫。咁啊好嘅，咁又真係即係嚇。一個我唔知邊個啊，話知佢邊個，一個冇常識嘅富豪咯，只能咁講。嗯。小心使得万年船啦、啊，鹏鹏，你唔好妒忌，系啊，有差池。啊，唔系，首先冇礼貌呢样嘢就系呢样嘢真系几冇礼貌，即系你好唔信任人咧。啊，唔系，呢个完全唔尊重嘅一个状况嚟嘅，即系如果你觉得系咁恐慌呢样嘢嘅话。咁同埋你又覺得我哋都要回個面嘅話，而家有咁多視像電話，亦都係高保密嘅視像電話會議嘅嘢。咁我哋而家三個都喺唔同地方傾偈都得啦。係啊，我哋冇戴口罩啦，所以唔使、有乜問題咧？咁都可以解決問題嘅嘛，係嘛？唔係開會，唔係要拍台同埋打人嘅嘛。咁唔一定要。親自面對面的，咁啊係喎。OK， 你可以話佢俾面，有效溝通我得啦。俾面，我哋肯見。唔係俾面，我就話佢冇常識就係咁咯。如果你驚到咁嘅，就係咁做。第二個，你咁樣噴即係點咧？就啊，老細嚟啦，跟阿老細驚感染咗大家，我同阿老細殺咗菌先，係咪咁咧？定還是係調翻轉你班大曬唔知邊度嚟嘅殺咗你菌先咁？無論係點做呢啲行為或者舉止，係一啲好。好冇素質、好 low 嘅一啲體現咯。嗱，我咧又俾個所謂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啦。我就話會唔會係即係嗰啲即係隨從咧太過緊張咧？老闆唔知嘅。哦，呢啲係會嘅勞性呢樣嘢咧，就係所有我哋呢啲 DNA 種類嗰啲都係咁樣樣噶啦，就係、是、哇，即係樣樣嘢，即係擦曬鞋啊，整曬嘢，即係嗰啲上面叫啊初一呢度做到十五啊，即係嗰啲係會有嘅，但係你老細唔係傻唔係盲噶嘛，係嘛？咁你後面你見到、你知道噶嘛，係咪？你試下如果嗱，佢可能一定老細嚟之前閃咗㗎嚇，即係我自己即係可能係一個自我要求嚟㗎。嗱，唔會嘅，啲奴隸做嘅嘢要老細知道、睇到、見到先得嘅。Okay. 就算佢唔係，但係另一佢都要個背影俾老細見到佢閃，佢先另一個角度。喂，另一個角度咁諗啦，即係究竟佢係一啲即係公司嘅要求定係點啦？即係你都知道啊嘛，我哋係保護佢嘅人身安全。人身安全係包括唔好俾人襲擊，同埋俾病毒襲擊。咁即係呢啲可能咧，呢個咪我同你頭先講過嘅話，咁大嘅保護，咁你個公司連個上網開會嘅視像 app 都冇嘅咩？定還是係買唔起嗰啲咁嘅幾廿蚊一個月月費嘅服務啊？即係呢啲唔係冇噶嘛，係咪？咁既然
既然是大家拋個身出嚟的話，你就不要做啲咁下三萬嘅嘢。即係好老實講，如果我見到我啲助理，我都叫做紅過下嘅，我都見過啲助理或者我去現場嘅時候見面會見啲保安企圖推啲人，我第一時間係鬧實個保安，我真係鬧到佢媽都唔認得我，做乜鬼嘢？冇咗呢班人，我乜都唔係。系啊，佢哋攞住个电视机制遥控，一揿一熄机，我就冇得捞噶啦。我话你想做乜嘢？如果你觉得我同佢近嘅话，你㧬我，你唔好㧬佢。咁呢个系你应该有嘅一个同理心，即系家教家教嚟个，即系你有冇礼貌先得咁对人？即系同古装片嗰啲吓，黄老虎抢亲嗰啲有乜分别咧？我完全 feel 唔到有咩分别。咁即係所以話呢個富豪，第一個又冇常識，因為嗰做嗰樣嘢係冇用嘅，係咪？除非你啊 KT 開會啊過嚟啊，由個喉嚨入，由個師傅出，幫我由頭洗到落尾，成個呼吸道浸埋個肺洗乾淨佢。如果唔係，你噴完之後你一講嘢，你裡面有菌嘅又唔係噴出嚟，傻啲嘛佢。所以冇嘢講。嗱，咁咧就我咧，唉。即係由好處諗啦，我就覺得咧，佢咧冇事先要求我哋出示咧做嗰啲所謂 RAT， 即係嗰啲快速測試嗰啲咧嚇。即係嗱，我今日嚟 D100 做咧，我都嚇即係先做咗呢個快速測試俾大家睇嚇。咁呢個即係每日翻工盡責啦。咁 D100 亦都有保障啦。咁我覺得係應該嘅。咁佢呢個開會又冇要求你事先出示呢一樣嘢，已經好俾面你噶咯，尊重你噶咯。如果唔係咧，嗱我又唔係咁樣睇喎。呢個唔係話事先出示係俾面定唔俾面喎。我相反，你叫我嗱平等互重啊嘛。係係，唔係好似早排咁大家出示啊嗱。係啦係啦係，而家都仲興㗎。我哋都食飯之前都大家出示。好啦，咁既然係咁嘅嗱，我出示你又出示啊！你唔好以為你有錢唔使出示，跟住平等啊嘛。咁你出示。咁如果大家出事，你又唔揦洗噴啦？佢點解要搞啲嘢咧？就係話得啦，你又唔使出事，我又唔會俾你睇嘅。反正我都可能去冇去做，反正就唔好理佢噴先。嗯，係咁啫嘛，呢啲咪簡單粗暴咯。咁咪就係咁咯。你越嚟越似噶啦，啲人啊，都好似噶啦。嗱，你誒即係一言驚醒夢中人啦。咁我就再問下你啦。而家咧？香港的酒吧那些，如果你去呢，即是你都是要入門的時候要出示這些證明的，你做了這個測試的，他不用你即場做，因為你即場不知道誰給錢，你又也未必有，但是你真的要出示 你做了那個這個的，你可能隨身拿著一塊也好，什麼都我不知道，那你覺得公不公道呢？我想你在日本好外国就没有人要求你做这样东西，你酒吧不嬲都是高危地方，成日都出事撞板的，於是你就要出示你做即是今日有做过测试快速测试的证明给他看，你才入得去。於是就会喂啲人就说是假的都得的啦，什么都得的啦，是啊。现在就有人想就说是不是应该在入口那里要即做即场做，佢有一種新的發明咧，就話咧嚇啊，好似酒精啊，即係你駕駛嗰陣時咧，測你有冇飲過酒咧，就噴一噴個氣入去啊，咁咧就嚇一分鐘之內咧就會知道嗰個結果噶啦，咁嚇。咁你我突然間諗到樣嘢，可能我要強調咗以下呢樣嘢先可以講一紮嘅話題，因為有樣嘢係我哋三位都遺忘咗嘅，就係話。美國有很多州和日本，它已經將這一種病的防御級數降低到比較低，等同感冒的防御級數。是啊，嗱，這個如果我們遺忘了呢，就說任何比較都沒有意思的。即是現在我們很多時候是將防，即是香港或者內地防治這個新冠和人哋防治感冒，成日一齐作比较。你睇翻呢个级数，所以你话，三年前或者两年半之前，日本酒吧全部禁封，佢根本都唔使你机会出示嗰咁嘅鬼嘢，根本都唔开。
到慢慢慢慢轉變，到嚟呢個 moment 啦，咁佢可以開啦，你病啊病咧，病咗全家自覺，唔好嚟就算啦咁。佢已經係一個咁嘅級別嘅時候，如果而家仲同香港或者內地咁樣去嗰嘅防禦嘅力度去咁樣比嘅話，我覺得係。即是找來爭的，即是沒得比的，即是人家那個防禦不是能力問題， 是對於他的意識或者他的防範的要求的個戒備程度都已經是等於感冒了，那怎麼有得爭的，即是沒得說的。是啊，我們如果跟即是外地，是你說尤其是美國、日本那些比較，當然是爭天共地啦，但現在最糟糕的就是呢，第一啊，即係對酒吧又好，呢啲咁嘅高危地方咧，即係依然好有戒心。第一，我哋想同內地通關啊，盡快通關，咁咧就一定要有啲方法咧嚇，就係喺臨門一腳啊，我叫做嚇，即係嗰度咧就確保你係冇確診嘅咁，所以咪用盡各種方法啦。因為呢班酒吧又好，健身室又好，就話自己喂啊吊鹽水啦嚇，死咗啦啊，死得啦咁啊，咁我點放寬你啫啊？咁你咪做多啲預防功夫咯，即係等於而家所有餐廳食肆啦嚇，嗰啲抽風系統啊哇即係啊～大換氣啊，咁啊又唔知使咗好多錢噶嘛咁。而家最後一關咧嚇，就係你臨門嗰陣時咧嚇，你如果確保你真係冇事嘅話咧，咁你開到幾夜都得咯咁嚇。呢個就為咗你好噶嚇，信你嘅要求噶，諸如此類啊咁嚇，即係俾條生路你行啊，俾個選擇你啊，或者係咧幫你咧達到我哋最嚴格嘅要求咁。咁呢個咧就係嚇。同內地看齊嘅，我哋係清零為目的咁，呢個就係嗰個理論啦。咁因咩啊？呢個係功德嚟噶，呢個係嚇因證嚟噶嚇，即係印證啊，係咪印證啊？對住啊，印啊，人好過因啊咁。咁你又點可以拒絕咧？嚇，如果係咁嘅出發點，嗱呢個邏輯咧，就係一個慣用嘅謬誤邏輯嚟嘅。我琴日都用過喺我女身上。嗯啊，就是我女儿说很怕打耳窿，又喉丝顿笃，现在开始又想带个女儿夹耳环那些呢。喂，是女仔都想打耳窿戴耳环的，我只有个孙女哀了几耐啊，真是我们千方百计找一个不痛的跟她打，她当作礼物送给她的。是啊，她只是要夹，她就 不肯打。怕痛。系啊，咁你我自己都戴耳钉啦，所以我就知道你总有一打嘅，早打好过迟打啦。系咯，就系咯，系咯。咁同埋日本系可以允许女仔戴耳窿嘅，冇所谓嘅。咁我就用翻我接触得好惯嘅嗰个逻辑。我话嗱，我话人一定要勇敢，一定要挑战自己吓。新时代嘅女性，阿爸带你去打个鼻窿。哇！黐線嘅做乜打鼻窿嘅咩？唔得，只要講，我由佢講，佢講咗半日。我話嗱咁啦，一人下一步嗱，我唔使你打鼻窿啊，你打個耳窿啦咁。嗱，留意一人行一步，即係當我嗰步行到擘開褲浪咁大步，即係基本係行唔到咁遠嘅。我 set 咗咁大步，你話哇唔得嘅喎，咁啊可能一人下一步行到呢度一半啦咁。啊，好啦好啦好啦，大家谂下，点解我要行到呢度嘅咧？原先系夹咧，系啦，原先夹嘅啫。原先你系连脚，你连嗰步迈脚都唔会迈嘅。只不过我一提出一样嘢，去到哇无边嘛，但系你又即系等于我同我女讲话，现代女性啊咩勇敢挑战自我。九唔搭八嘅嗰啲讲出嚟，好似堂而皇之嘅鬼嘢。然后我明知你唔会做，我都唔要你做嘅，就打个鼻窿。系咪？咁你唔得噶，我由你讲唔得噶。我听你嘅建议，我而家已经接受咗你嘅意见，我亦都作出让步。嗱，一人喺度，我作出咗让步噶咯。我默认嗰个嘢系合理同埋得噶。咁然后打个耳窿啦，咁好啊，咁就咁啦。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